好的，今天我们齐聚在这里，花好月圆，各位一定也感受到了爱奇艺的诚意。我们在打造最强售后苍兰大团圆。那一会儿呢，先邀请各位跟我们的VIP会员们打个招呼。但今天呢，我们有一个。 小小的特别要求，想请全员啊，都用小兰花的方式来跟大家打招呼、介绍自己，好不好？星星子，你就先做自己，给大家打个样，好不好？好。我不是啊，这么悲的音乐，我不是芍药，不是月季，我是司命殿小兰花。好。欢迎三姐最可爱的小兰花。然后下面我们有请弟弟用小兰花的方式上线东方青苍。 用小兰花的方式啊，我不是东方甩卖，我不是东方促销，我是东方清仓。哇！欢迎弟弟，然后我们长恒仙君也要以小兰花的方式上线一下。OK。没有人给你鼓掌，<笑>我自己给自己鼓掌可以吧？<笑>可以可以可以，我看荣浩仙君笑得很开心啊。那荣浩仙君也用这个方式来打个招呼吧。不是，我也来学一下小兰花在戏里叫我吧。嗯，我是荣浩仙君，跑掉了。有对有来，欢迎海乔哥。不是都是要介绍自己吗？还有角色。我们没有背那个什么，我不是什么，我不是。你们可以用自己的方式介绍自己啊。 我不是常恒，我不是赤地，我是荣浩仙君。<笑><笑> OK OK，那下面有请博瑞。很多人都也兰花一下。我是小兰花跟东方青苍的交通工具，我是苍岩海的第一保镖，我是商榷。哇，欢迎。 说实话，第一次听这个版的尊上妹，我尊上可能都有点难受。好，来，我们香香。嗯，我不是犀牛精，也不是龙虾精，我是苍岩海爱情保安杰黎。那是什么精呢？那是小妖精。<笑><笑>你是小神精，差不多。 同意，小妖精。OK，交给小婷来。啊，我不是蓝地女子，我不是绿地女子，我是赤地女子。哦，欢迎小婷。然后下面，我不是西方甩卖的西方甩卖同学，来陈潇。Hello， 我不是西方甩卖，也不是小强，我是迅风。哇，欢迎迅风。好的，下面是我们刚刚啊，潇潇提到鞭子特别让人羡慕的陈子同学。 我不是大铺了蛾子，我是三到在三间到处搞事的蝶秘书。OK， 欢迎陈子，欢迎我们的蝶衣蝶秘书。那各位招呼都打完了，我们不如落座，然后咱们好好聊一聊，好不好？来，大家请坐，我们坐下聊更开心。太好了，没问题。哎呀，什么？<笑><笑>